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港都新闻新春特别节目，我是赖昌邦。我们的生活环境呢都离不开水，像是水可以饮用也可以做清洁，特别是有水的环境呢感觉又特别美了。那这一个美好的环境当然是需要水利单位来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因此在港都新闻新春特别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了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长蔡长展蔡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水利局在过去一年的建设成果以及未来的规划。欢迎蔡局长。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局局长蔡长展，今年是狗年，愿大家狗年旺旺 ，Go Go Go！ 是，欢迎局长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段 VCR， 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哦，我们水利局建设了蛮多的一个滞洪池，也特别在雨季台风来的时候呢，也发挥了功效。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七月底，泥沙和海棠台风来袭，高雄已完成的十二座滞洪池都发挥滞洪蓄水的功效。其中，冈山点宝溪一带已完成 A、B 两区的滞洪池，市府水利局继续向中央争取新建 D 区的滞洪池。再加上仁武八卦寮和三明石泉滞洪池，到年底高雄市将有十五座滞洪池。目前最新的一个滞洪池跟中央水利署这边来争取，那在上个礼拜也有一个新的核定公文，所以在预计在明年年底，我们高雄市会有十五座滞洪池，那总滞洪量会达到326万吨。其他容易淹水的地区，由于不适合新建滞洪池，市府水利局也拟定排水改善工程计划，针对冈山、南子、奇美等十二处进行雨水下水道新建工程。在市区里面，有些地方是属于下水道的一个断面不够，或者是过去的一些雨水的错接，或者是一些过去用地上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方案民众上面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我们跟地方透过沟通的方式再重新评估一个新的改善策略。面对气候变迁影响加剧，容易发生极端气候致灾情形，市府水利局将分年投入预算改善容易淹水地区的水患问题，以确保市民居住安全。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可以看到呢，这个防洪排水可以说是我们水利局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滞洪池的部分，我们高雄市在这几年其实也新建蛮多的一个滞洪池，有发挥这样的功效。可以请局长来帮我们再谈一谈这个滞洪池的这个功能到底有哪些，那我们有哪些地方已经在做新建了？其实在民国94年高雄市完成的第一座本合里滞洪池，是，那从这一座滞洪池完成以后，其实高雄市面临到一些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极端气候，第二个就是原来市区里面很多的下水道系统已经新辟，那如果说一昧的要做一些排水规划，再做河道拓宽，其实在市区里面很多的道路下面没有办法再去做这些深开挖，那管线又密密麻麻，甚至有一些石化管线，那这种潜藏在地下的一些危险蛮多的。那是不是把河道拓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当然不是。那高雄市政府也去效法一些像荷兰这些低地国，等等，或者是日本的一些做法，比较先进国家。那在一些都市里面，它会利用这个滞洪设施去解决洪峰流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市长在这一个任内，包含现在将近11年多，那我们从10年前就开始做规划，那我们这几年陆续规划了总共滞洪池有15座，好，陆续完成15座。其实年底对，其实规划的滞洪池是更多，但是我们会依照实际优先顺序来去做开辟。那这15座滞洪池在明年底好会完成最后一座，今年底会完成最后一座，就是点宝溪地区滞洪池。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3座滞洪池，那这第13座是在仁武的八卦滞洪池。那第14座就是我们现在在石泉路那边做的滞洪池。
那第十五座就是点宝溪地区滞洪池。那这十五座滞洪池总蓄洪量达到326万吨。那我们优先做这些滞洪池，主要都是一些过去常淹水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水患治理计划里面的易淹水地区。那我们在这些区域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滞洪池。那这些滞洪池其实在推动上其实蛮困难的一点，就是在用地，因为滞洪池的设施面积蛮大的，那特别是你在市区里面要去取得那么大的面积，一定会遭受一些类似抗争等等。那我们在滞洪池的用地费工程费总共投入了51亿左右，总共50亿。那这个部分刚好有中央补助款36亿，那市府这边也自筹了15亿。那我们在这一边十五座滞洪池，大约有8座是实际上需要办用地取得，那7座的部分是用现有的公园设施把它做成滞洪池。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一些环境，或者是面对不同的一些用地取得，我们会有不同的方式。那这些方式我们必须要去协调沟通地方民众。那其实也有一些滞洪池在过程开辟并不是那么顺利，曾经有一个滞洪池从开始协调到完工总共10年，拖这么久，总共10年。那这个当中其实有时候想要去调整策略等等，但是后来因为市长很多的坚持，所以在这一个滞洪池最后也是在10年的过程当中也完成开辟。那我想在这几年滞洪池批建完成以后，很多的一些水患的那个淹水程度其实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善。这个当然是我们建设滞洪池最终需要完成的一个效益。是，我想这个滞洪池不光是这个蓄积水量，而且在整个环境也会做一个改善，大家会觉得说，哎，有这个水的环境会更好。特别是请局长帮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这个柴山的滞洪池还获得了公共工程的一个金质奖，这样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哎，我们每座滞洪池在规划的时候，其实都有考虑到它的多功能。滞洪池不是只有滞洪池，不是只有滞洪，它必须兼具公园、绿地。设施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大型的滞洪池最大是大概44公顷，我们在点宝溪那边44公顷，这其实是相当一个都会公园。那点宝溪它两个滞洪池其实有一些自行车道可以串接，还有景观桥，所以它是一个17公顷加44公顷的一个蛮大的都会公园。那现在很多的民众在那边散步，甚至慢跑，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都会在那边举办。那骑单车的一些人士也会在那边骑。那我们在柴山这一块，其实当初因为它面积不大，大概2公顷多。那我们设定的当初是一个类似社区的邻里公园，也还蛮大的，2公顷是相当一个国小的大小。那我们当初设定在这个柴山山脚下，我们是希望说，从柴山这个地方，它可以从我们的防汛道路串接到我们的滞洪池，再从柴山的这个现有的这一些那个登山坡道系统可以上这个柴山。那我们在设计上面除了这个功能以外，在整个滞洪池的周边我们也设计了所有的一些人行步道，甚至是一些空间节点。那设计上的手法也采取了柴山的一些古老石，我们利用古老石做一些边坡的修饰，所以它融合了这些类似文化的元素，就是当地的一些食材。对，文化食材。所以整个滞洪池看起来平日它其实就是一个漂亮的公园。是。那下雨的时候它就整个水面上涨起来，就是感觉就像一个蛮大漂亮的一个湖泊、就是这种感觉。是。好，那么提到这个滞洪池就不能不提到说，刚刚局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石泉滞洪池。我想这个建设可以说是陈市长在任内最想要完成的。那这个滞洪池其实也做了一些多功能的一些规划，可以请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然后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市长这个任内之前来完成。市长任内是一定要完成，因为这个市长会不会有压力？不会，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这个案子从去年开始启动，那当中我们也面临到很多问题，包含原来的设计并不是像现在的一个停车场滞洪池这种方式。那当然经过市府很多决策上的调整，那这个调整其实对我们市民来讲其实它是最好的。为什么我说它是最好？第一个，这个地方过去它是会有一些水患的问题必须解决，那我们利用这个果菜市场的一些相关的调整，那我们把这一块用地
前端包含地下设施，总共提供了6万吨的滞洪空间。那这个可以让宝珠沟的水位在洪峰流量的时候降低，那解决孝顺街一些低洼地区的淹水问题。那第二个，这个前面总共我们现在打造的这个滞洪半开放的这个空间有1公顷多，那这一公顷多在那一个区域过去它是没有一些相关的社区公园、邻里公园，但是我们经过这一次的打造以后，这个区域它未来是有一个开放性的公园，而且是还蛮漂亮的，因为我们透过一些绿美化、相关的一些植栽。那第三个，这个区域过去它的停车空间是受限的，所以这个地方要停车很困难，就是刚好在长谷大楼附近、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停车空间。那我们这一次把果菜市场的大型车辆规划了21台，就是每天早上在做一些果菜批发的大型车辆、在那个地方可以去停，然后做一些买卖，暂停在那里。但是那个空间我们再把它做成一个立体停车场、总共大概6楼、那这个6楼我们也提供了200多个停车位给一般的小客车、所以整个空间来讲的话，其实塑造的就是民众生活上的需要，市政府这边尽量把它纳到我们的公共设施里面。那另外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个石泉路我们也打通了，是，那石泉路打通也把整个市区里面过去封闭就是完全隔阂的两个区域透过这个石泉路也串接在一起，所以那个地方的交通量也蛮大的、而且从我们凤山行政中心到这个滞洪池，以前我们要绕蛮远的，现在一下子就到了、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整个滞洪空间的打造还有停车空间其实它是共构的、停车场下面就是滞洪池，那我们把就可以蓄水，对，那个其实是我们全台湾也算是第一座、其实我们这种东西在日本蛮多的、在荷兰有些停车场住宅下面也是滞洪空间，那我们把这种、比较先进国家的这种设计手法纳到我们高雄市，那我们也希望说把整个空间规划还有效益发挥到最高。是，好，那么谈完这个滞洪池哦，这是因为水太多嘛，我们要做一个处理。但是呢，水太少又会影响到产业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在水利局这边呢，也特别针对了这个污水的处理厂，来再新建一个再生水厂哦，这样在凤山啊，之后也可能在小港的临港工业区哦，来做这个污水的再生水厂。我们来先来看这一段 VCR。感谢各位，也欢迎各位，请各位也用掌声来欢迎。在高雄市政府与内政部和经济部的推动下，临海污水再生水厂 MOU 21日共同签署完成。高雄市长陈菊表示，临海污水厂与再生水厂共同建设采促餐方式办理，整体计划内容包括取水管线、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及输配水管线，总工程经费高达40亿元，完工后将提供产业用水需求，打造绿色循环经济。临海污水厂、这个很重要，是全国第一座采取促餐的方式来办理我们的新建污水处理结合再生的水厂。那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很感谢中央在这个部分对我们很多帮忙。根据统计，民国120年高雄用水缺口每日达约23万吨，在目前传统水资源开发日趋困难的情况下，将污水回收再利用来满足产业用水需求问题迫切。水利局指出，去年推动的凤山溪再生水厂预计在107年可供应再生水每天2.5万吨，108年完成供应再生水每天4.5万吨，而临海污水再生水厂预计在107年中旬完成招商，111年即可与凤山溪再生水厂供应每天7.8万吨的再生水给临海工业区的厂商使用。我们希望在明年的7月完成整个案子的招商。那我们目前选定的这个案子是用促餐的模式来去招商，这个厂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厂，而且没有污水的来源，必须要去透过一条取水管线直接拉到这一个区域，那未来是要达到10万吨。陈菊也说，高雄市近年积极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已经完成新建并且营运的污水处理厂包括中区污水处理厂、凤山溪污水处理厂、大树污水处理厂以及南子污水处理厂和奇美污水处理厂等5座，投入污水下水道经费约318亿元，未来将进一步思考如何有效处理家庭废水，达到可循环的目标。源源活水，赞！
好的，回到港都新闻新春特别节目的这个现场，我们就请水利局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凤山的再生水厂跟小港临海工业区的再生水厂目前的一个状况，然后未来可能会提供哪些的这个水量。像再生水算是这几年我们高雄市政府跟中央一起合作，然后推动的一个水资源多元化的一个方案。那过去高雄市算是水资源匮乏地区，那我们有很多的水开发、水资源开发案都没有成功，像美浓水库或者是高屏大湖等等。那甚至包含现在很多自来水公司在抽的一个地下深水井，那也受到一些那个阻力，会影响到地层下陷这些。那当然这个部分是适度的去用，有去监控。那我想在先进国家，也是很多的一些经验可以去学习。那高雄市其实在5、6年前就开始去参访一些像新加坡等等国家，用这一些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来去做这个水源。那我们也开始做我们污水厂的一个规划。那到去年我们开始去动工新建我们整个这个凤山溪污水处理再生水厂。那这个凤山溪再生水厂目前进度是82%，那我们是预计在今年8月可以正式来启用。那这个凤山溪厂它主要的供应再生水是供应给临海工业区，那每天在今年可以达到2.5万吨，那明年的8月、9月可以达到4.5万吨。那这个水量是将近占了临海工业区每日用水量，它一天大概用的自来水量是20万吨。那大概用了五分之一就对了。那这个规划上面来讲，当然是有一些需水端，像中钢、中钢铝业这些配合中央政策，必须来买这个再生水。那这个也是我们水资源开发方案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第一个要有这些买水人，然后用水人。那透过这个计划成功以后，我们现在在积极做的就是临海污水处理厂跟再生水厂。那这个厂我们也是很积极在推动。那因为其实以目前我们提供的这个水质是比自来水公司它提供给这个中钢等等公司的水质还要好，我们其实是帮他们做他们符合生产设备需要的高级用水，所以我们是符合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的水过去他们不用再经过另外一个处理流程，所以我们的水比自来水的水价还要高一些。那我们现在给第二个临海厂的话，就是预计要第一年可以提供的是3.3万吨，这个是在民国110年，那也都是提供给临海工业区，中钢也有，然后中油也有，最大的两个需水人就是中钢2万吨，中油1万吨，那另外还有李长龙化工等等。那预计未来如果扩厂，就是说高雄市在比如说有南新计划区等等，它的一些工业发展需要再用水，我们未来可以扩厂到6.6万吨。所以整个临海这个再生水厂跟凤山的再生水厂，这两个再生水厂未来加起来一天可以提供11万吨。那这两个厂的水量未来可以提供给临海工业区将近一半以上的再生水。是，那这个部分也解决了目前我们在一些大型的水资源开发案碰到的一些问题。而且再生水的使用是一滴水当两滴水用，我们可以在永续的去循环这一些循环经济，那也让我们高雄市甚至全国的一些跟水有关的处理技术的厂商能够把他的这些技术再透过这一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程去实现，甚至把这些行销到其他世界各国。是，好。那除了说这个用水好跟缺水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处理之外，其实我们水利局也跟得上这个时代在这个绿能啊以及节电的部分也有做这个琢磨，特别是在这个志宏池以及污水厂上面加盖这个太阳能光电板来做发电。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8/15全台大停电，供电吃紧议题再度浮上台面。南台湾年平均每天日照3.68小时，成为光电产业发展优势。市府表示将会加强发展光电，稳定供电。而高雄市有5座污水处理厂，水利局初步选定凤山溪南子旗津中区3厂发电，同时也将推动永安区永安、冈山区前丰子和点宝新 B 区等3处志宏池发电，预计明年7月供电营运，到时候污水处理
场与志宏池合计每天供电量超过3万度，相当于每天可以提供3000户用电。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请局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太阳能发电。一般人会觉得说，哎，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上面，我们这次好有特别在这个志宏池的这个水面上面也会来加装太阳能光电板，那个技术上是怎么样来克服的？水利局的一些那个用地哈，当然过去比较多的是在污水处理厂。是。那污水处理厂其实我们也有加装一些太阳光电，但是那个面积限制于那个处理单元的结构物，所以面积没有那么大。但是水利局刚刚有提到，这几年我们投入了50几亿购买这一个志宏池，那志宏池的面积都非常大，有40几公顷，有10几公顷，也有9公顷，哦等等。那中央现在在推绿能，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中央的政策，就是在志宏池上面去做太阳光电。那这种太阳光电跟过去我们想的一些大楼或者是农地上面做的，人家讲的一些固定设施不太一样，固定在土地或建筑上面。我们现在的设计上面就是，这些厂商他来跟我们做这一个类似投标，他是用回馈金，或者是租金的方式。那它的这一个太阳光电板，其实它是在这个水面上面，它是可以浮动的，可以浮动。也就是说，我这个志宏池如果开始进水，进水以后，这个太阳光电板它不是泡在水里面，它会跟着浮上来，跟着浮上来。它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些支柱，那旁边也有一些缆线去固定它。那这个部分其实，我知道像阿光电水库的这个厂商跟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有3个案子都已经那个招商出去了哈，那有2个厂商，他是跟阿光电水库的厂商的系统是一样哦，就是在我们的永安志宏池跟前锋子志宏池，那它的设计上面就是类似我们的那种浮动码头，是哦，就是像那个港区有时候浮动码头，人家可以踩着去坐船，它是跟着水面上面它会浮动，那它会用一些相关的锚，就是那个拉锚去绳索去怎么固定的。那当然这个要抗风力，因为我们台湾有台风，所以它要怎么样去设计，就是要把那个抗风力的这种因素全部设计进去。所以其实透过这一些新的一些科技或者是新的设计，志宏池的水面上面去做这个太阳光电，其实它是可行的，而且水我们的面积也蛮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高雄市目前我们总共这3个厂哦，一个是200万瓦，一个是300万，一个400万瓦，哦，这个在用这种量再去发电。那当然他们这些来招商，他们投的就是每年要缴给市政府这个相关的回馈金。那我们其实在设计选定的这个位置是选定一些比较人比较少的一些区域，因为像市区里面的保业里志宏池，我们就比较没有去用，就是在比较郊区的这些地方，也可能会影响到日照的关系。对。另外，我们高雄市的一项建设哦，其实也跟水利局有一点关系哦，就是我们的铁路地下化之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绿水廊道，其中这个水廊道的部分也是我们水利局来做规划，可不可以请局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铁路地下化的整个原道哈，总共15公里多哈，那这个部分原来它的主办机关是我们公务局。但是因为整个工程的量体实在是太大，那我们就比照过去在做那个气爆工程，凯旋路、三多路，还有我们的那个一心路这个地方哈，我们就是分工。那水利局有关的就是在我们的左营段这个区域，它是要营造周遭的像莲池潭整个水环境、水廊道，所以这一段的部分就是由水利局这边来办理。那水利局办理的这一段必须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就是它的原水的来源。那我们过去，我们一定会从莲池潭那边去思考。但是莲池潭过去的一些水路，它是从农田水利会的一些灌溉用水去搭接，但是有一些水路的一些系统可能荒废了。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工程，我们也跟水利会这边确定这些水路未来的一个运用。我们直接跟莲池潭这边的水路再串接起来，那利用莲池潭的水搭到我们的这个地下化的水廊道，所以它是一个蓝色的水廊道。那我们也透过这个系统，未来可以供应到我们的美术馆，
美术馆未来它还会再做改造，内围皮那一带。对，那改造完以后，那个水路的这个水循环也是由水利局这边去供应。好的，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可不可以请局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未来的一年哦，有什么样的期许？其实在这个今年哈，我们市政府这边有很多新的工程要完成，那这些都是市长任内非常重要的一些重大工程。那从北到南，大概像茄萣海岸还有一个第三期工程，对，鳳山溪我们也是陆续在改造，接近小港的这个区域过去也是一个类似大排水沟，三面都是水泥混凝土。那因为市民跟我们讲说，那个上游端鳳山的地方都有做景观改造，但是为什么小港这个地方没有？所以市长有要求我们去争取中央预算1.3亿，我们也把整个接近小港这个地方做一个河岸的改造。所以其实在今年我们要完成的工作非常的多，那我们也有信心在市长任内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在今年年底前都可以完成。是真的，这个水虽然是看起来很轻柔，但是呢，如果没有处理好，对环境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危害。也非常谢谢我们水利局在这个高雄市做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改造。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新春特别节目，我们下次再会。市政建设，议会监督，人文关怀。